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电布什，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事件。每一连串爆炸事件使全球油价上涨，国际股市狂泻。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爆炸事件。北京时间9月1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事致电美国总统布什。电文说，总统先生，京西9月11号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